于是他们决定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，开始天南地北的寻亲之旅。而最近来啊，据说在这养这个蜜蜂的钱呢，走遍了千家万户，但是几十年来，都没有得到孩子一丝的音讯。后来两老的年纪大，家里虽然还在大量养殖这个蜜蜂，但是始终过得很香。因为他们相信儿子小时候喜欢吃这个蜜蜂，闻这个香味，也许明年春天孩子会学着蜜蜂找到食物。而这样的念想呢，正是晨晨从小到大梦境里经常会出现的画面，就是妈妈会用一个小白碗装满这个香甜的蜂蜜，装满他们一口大的碗，就是他最丰盛、最幸福。后来高中毕业之后，陈顺成为一个北京人，自己也有可能是寄生人，于是就开始将希望寄托在社交网上。每一个寄生男友就把自己关于生、关于父母、关于蜜蜂的回忆都告诉他们，希望大家能够产生幸福。就是因为原因，陈顺才会决定和全家团结，成为寄生男孩。好在儿子有父母亲人，2013年下半年，陈顺终于通过公益机构的帮助，以及科学家一直采集的基因样本，找回了自己的亲生父母。2天前呢，8月28号，中国公安局也为杜佳文在四川省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团圆活动。就像照片中大家看到的一样，久别重逢的这一家人呢，紧紧相拥，喜极而泣。当满头白发的母亲端着沉睡记忆中的小白碗，把蜂蜜喂到他嘴边的时候。